呢个冚家铲。嗱，呢个就系我哋阿史提。我唔讲佢真名，因为我费事计佢区议会嘅选举啊嘅经费。屌，选乜捻嘢啊？佢死政棍，系咪啊？冚家铲，食人血馒头喺度选举，你老鼠。有冇听到我哋啲啤梨晚报啲人点讲啦？啊，咁你点回应啊？选举有咩问题啊？梗系立嘢啦，屌立嘢，区议员沟女系咁噶啦，系咪先？冇佢冇所谓啊。阿史提做，我咪叫史提安嗰啲咩助理俾我，唔做嘢啊，每个月分翻佢两皮嘢，佢人工咪当下当利是咯，唔系点啊？迟啲先，系咪先？区议会系咁噶啦，啲资源唔系。不是我拿就是那些政棍拿我拿好啲政棍拿是不是俾你晚报的前主持喂如果他真的能够一举成名成为这个区议员全班喂那我們多个全国区议员 friend 喂他几皮四皮一个月的喎那屌你起码货金翻五千人一个月给我們都不能过分梗要啦不用给我們啊我想说屌你有咩喂屌你老母跟住我卡片飲咗區議員係咪有型好撚多啊？區議員咁撚下賤，區議員咁撚下賤，仲要屌唔係嘅，你唔係啊？區議員咁撚下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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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議員咁撚下賤。